变圆的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他被那旁边那几只弄得很生气。对。想要他身体怎么会胖胖的？他觉得他们很烦，一直弄他眼睛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弄他尾巴，弄他眼睛，其实他尾巴也不会咬一咬就好了。弟啊，弟，你知道鱼的尾巴是左右摆动的？嗯，为什么鱼他们每天都不会撞到墙？都不会真的摇来摇去撞到墙。鱼啊，鱼的左右边啊有侧线，这里有侧线，侧线啊，它会侦测前面有东西，很厉害哦。他们有一件侦测前面有玻璃，所以不会撞到。它的侧线如果碰了东西，就表示好前方有东西。对。哦。然后啊，你看它、啊，鱼啊是左右边动。那只鱼一只眼睛掉了，它好啊！可是你没发现鲸鱼啊是上下摆动的？什么？鲸鱼啊，鲸鱼的尾巴是上下摆动的，它是鱼的左右，鱼是左右摆动的，所以鲸鱼啊不是鱼，知道吗？鱼在哪里？你看，小白鲸有。